我从不干面还好点。哎呀，买买辣条。辣条？嗯。进尾巴进去了，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，赞赞点一点。我看一下是谁在我的直播间第一个说话的人是谁？看一下谁成为我直播间第一个说话的人啊，发字的人啊。让我看一下，让我记住你。我把赞赞点一点好不好？是我，填写名字，是我。神仙，神仙，你变成第三个了。乐哥是第二个啊，填写名字是我是第一个啊。为你守护是第四个，嗯，感受你的小心心啊，可以的。你手术的时候到了。嗯，我们把赞赞点一点给你们啊，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。美女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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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头发是真发，是到弹窗来了对吧？还是点关注有好有用对对吧？等一下啊。嗯。关一下，我记得我今天搜了一下这个，哎呀，嗯，在这里，有一个什么公屏，有个什么，嗯，不对，对，就这个，今天我关了，不是，不关，我今天好奇怪，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出现，比如说我们说感谢谁谁谁，他就下面就出现那个字在感谢谁谁，艾特谁那里。害得我感谢完我都不敢说话，今天我说感谢送来的什么什么，过后我就不敢说那个话，因为他会有那个语音在那里放着。吵那么好，养一头就够了，哥姐们。我们先把个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，赞赞点一点啊。就你那多少度？我看四川那里四十多少日，我们这边也30多度，我们最高应该也到40、41这样子，但我们现在都是30多度。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快割草，赞点到3万换我来呢。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哥姐们啊。摸鱼妹出来干嘛？吴奇表哥，你干嘛？感谢珍惜哥点亮粉丝团啊！怎么了，吴奇哥？你说，我出来干嘛？你先说。今天晚上吃什么饭还不知道呢？晚上的事情晚上才知道啊。嗯，我们先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。赞赞点一点，晚上吃烧鱼，没有不吃烧鱼了，天天吃烧鱼都腻了。对，我们家的谷子打完啦，哥姐们，晚上直播人多，有空就播嘛，没空就不播啊。这么支持你还把我当坏人，我没有把你当坏人呢。你好好说话的时候，我肯定觉得你就是好人呢。你什么态度，我就什么态度，这样子的。你本来我干活就很辛苦了，你又来搞我生气，那我肯定就是那种态度啊。为你，我给你们，哎，我们1200人了，点点关注，给你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不好？感谢送你的小心心啊，感谢。我们把赞赞点点，关注点点，给你们赞赞点点，关注点点。晚上回来吗？啊，难道我住山上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这个丢下面，丢下面吧，拿上来吧。不知道老爸搞这个放这里干嘛？那小他放这里干嘛去？很久了。很久了呀。很久了。从上面丢下来的吧？从我那，从这个李家又丢下去。那从下面丢上来，还是这样的？不知道，不留点让我帮你打。等你过来，我的谷子都要老了。后面没割草，我们赞赞点到30000了，30000才到我来呢，哥姐们。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，赞点点关注点一点啊，赞点点关注点一点，点点关注不迷路啊。1900人，我们点点关注呗，哥姐们。爱上你了怎么办？凉拌炒鸡蛋，哥姐们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啊，爱就爱了，这种东西啊，嗯，感谢关注哟，没有男朋友啊，也不够浪漫，哥姐们啊，感谢关注啊，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哦，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
2100的人，给你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呗，好不好？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你猜，你猜我是哪里的？男朋友在这呢，真的吗，吴奇表哥？我们把赞赞点一点给姐们啊！什么妹妹特别懒，什么鬼呀、啊？我们把赞赞点一点给姐们，赞赞点一点，赞赞点到30000就到我来了，就看到这个话多的了，给姐们啊！哇，这个草哇，哇，这个草坑坑坑的哇！嗯，这个草你是不是能割10天呢？姐说这个草哇，2800人，给姐们先点个关注，先点个关注好不好？所有直播干农活的都是骗人的，光棍们别上当。嗯，对对对对，你讲的对啊，你这么觉得那就这么觉得啊。嗯，不卖也不卖的道理，神仙。妹妹漂亮，蓝点没有啊？感谢帅的小星星，感谢关注我们3200人，给你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好不好？赞赞点一波好不好？赞才2000个赞，这赞我们才2000个赞，我们都3400人，赞赞都没有一个人一个赞，好不好？我们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好不好？阿婷今天只要个300的关注啊，只要个300的关注好不好？点个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学这个割稻谷不割草的技术，现在又割稻谷了，说10天的稻谷现在是割草了啊。我们把赞赞点一点关注，点点3800的人啦，点点赞，哥姐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换人30000才换人呢，就凭你们的手速。你们的手速快呢，就能早点见到阿婷；你们的手速慢呢，阿婷就能多吹牛一点啊。才开播啊，不好意思，等久了，哥姐们，等久了啊。完了，我有点走向那个路线了，姐姐。那个路线呢？那个，嗯，那个。感谢关注啊！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啊。我买几头牛来给你养，哦，养一头都够够的了，给你们。这刀工点赞是吧？非常的 beautiful， 给你们啊。阿婷会只，嗯，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，只会了一句 beautiful， 全部用在这里了啊。哇，这个草 beautiful。我们把，嗯，都在一丛不着急。我们先把赞赞点一点啊，赞点点关注点一点啊。买买，你看这个草，很多人都想要这把刀，这个草，哦哟，他都想把这把刀拿走，很多人都想把这把刀。这位表姐上次来来拿刀了，一直这里擦擦擦，给我这把吧，给我这把吧。嗯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是阿婷家祖传的，对，祖传的刀。嗯，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，赞赞点一点，这草是不是种植的？不是啊，你看我们田边就在这里，这球是我们的大田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球是我们的大田。还有没有记得阿婷在这里抓鱼的，哥姐们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我们的大田呐。打谷子打完了，你看老妈弄那个，到时候到冬天的时候就把它弄挑回家，然后给那个猪当那个睡觉的那个铺那个猪圈，是这样子的。记得对吧？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，关注点一点好不好？3000多的人了。3000多的人，赞赞都点不到3000多个，哥姐们哦，老火，才5000个赞赞，30000才到我呢，哥姐们，30000才到我呢，我们把赞赞点一点好不好？赞赞点一点。其实你觉得我们这边的什么，全村的草都被我们割完了，全村的田都被我们割完，我给你看一下这边，到处都是山，割得完吗，哥姐们？到处都是山，怎么割得完？你看一下。到处都是山，这怎么割得完？是不是？感谢帅的小心心啊！我们把赞赞点一点啊，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哥姐们啊！赞话多的话，你就让我老实一点，你就点赞点到30000，然后我就去干活了，我就不跟你们在这里啵的啵的的说话了啊！我们把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哥姐们啊！人手点个关注好不好？我们3700的人了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呗。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好了，我要下去了。哦，买买，你看姐姐割的这么干净，哥姐们，买买买买买买。哦哟，你看，给我们看一下，这样子的。早上割草是好割，那下午也要割啊。
你又不只是吃早上的草，你又不是说早上吃饭，我下午就不吃饭了啊。买买这个，哦哟，这个，这个等下有辣条，我都嗯嗯，这里晓得。等下阿婷就嗯这里去。嗯，网络不加，我这里加的呀。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给姐们赞赞点到30000，换阿婷来啊！感谢送来的小心心，我们有条件的话亮个粉丝灯牌，点个关注哟，点点关注不迷路啊！主播带你学这个割草的技术，是不是？对呀，牛草，对的，聪明，伶俐。感谢关注啊！赞赞点一点，给姐们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点点关注不迷路，点点关注，赞赞点一点。哇买买，感谢送来的小心心，各位姐妹，感谢。看一下割草刀，他们说要看一下这把神奇的阿婷家祖宗传下来的。那个磨得锃亮，各位姐姐们。磨得锃亮。锃亮。换边，换边。噔噔。这样子的。买买。买买，可以啊。大鼓收完了，各位姐妹，大鼓收完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今天早上我们是去哪里收大鼓的？是去那里，看到没有？那个位置，那里，那里帮那个小，帮那个二伯收的。我看这样点下去，下播妹妹都不用干活了。对呀，我们3600的人点不到30000的赞，哥姐们，你们想让阿婷休息这么直接的吗？赞赞都不点了？我家还有，你家还有哦，你家还有 ，OK， 再晚一个星期啊。小队了，收到。这刀是祖传的吗？没有，这刀用很久了，所以说是祖传的，用了很久了，用了很久了。以前阿婷跟奶奶睡牛棚的时候就在用了，哥姐们，睡牛棚挑那个山泉水，在山上煮饭的时候就已经在用这把刀了，所以说它很久有历史了，所以说是祖传的啊。我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嗯。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给姐们哦！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哦！赞赞又停了，怎么回事？才到10000赞又停了，买买。嗯，姐姐做事好认真，对呀，她要认真一点。她说不认真，老妈都说她嫁不出去的啊！做什么都要认真，给姐们割草的时候就要割草认真啊！谈恋爱的时候要认真谈恋爱。嗯，对，谈恋爱的时候也要认真谈恋爱，你不能说谈这个又跟那个，是不是？那你吃饭的时候也要好好吃饭，不要想着吃鱼啊，因为没有鱼给你吃啊，就好好吃饭啊。干什么就全身心投入进去，干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感谢关注啊！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我相信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，因为还是有想看到阿婷的呀，是不是？我们把赞赞点到30000，阿婷就闪现出来了啊！刀卖多少钱一把？嗯，这个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。没有上这个链接，所以我不能说，说会被抬的，懂不懂？中午阿婷吃七星鱼了吗？吃七星鱼了啊，吃七星鱼了呀，看一下。哎，你不说我不知道啊。哎，哥姐姐们，买买，等等，你坐这玩。逮不出来的个帮毒，买买忘记了，给你们忘记了，还好你们提醒啊。耶、哎，没事没事。那小那小那条死没？没事。哦，哥哥姐姐们，还好你们提醒。我这个鱼真的。厉害，存活率，存活率。今天直播间哥姐说，哎，你们怎么这里能变出鱼来？买买，还活着呢，一天没有喝水还活着，这鱼什么神鱼呀、啊，哥姐们？晚上搞吃的。晚上搞吃的。买，不说我不说都忘记了。不说我都忘记你这一刀哦，你踩到刀了。买买，还活着呢。你不说我都忘记了。回家了，姐妹回家，忘记。累多就是搞随便搞一下吃的，都忘记它的，因为我们把它放在那个车那里。对，然后放这里。嗯。放刀楼去了。继续。厉害了，阿婷家的草都长鱼了啊。
我们把站站点一点给姐们啊，站点一点，站点一点。这个时候它的耐力是很不错的，给姐们。这个时候不能喂水，你喂一点，等一下它又没有水了，要它直接嘎掉了，给姐们啊。不臭啊，不臭。哎，你的网名怎么叫臭鱼呀？啊？我为了看妹妹都点了好几百个赞了，对呀、啊，那我们人手点个点赞给你们啊！我们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，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不要说一个两个使劲拼命的去点，然后很多人又不点，我们直播间2500的人了，点点赞呗！感谢关注啊，感谢关注，把赞赞点到30000换阿婷来啊！感谢关注，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给你们哦，赞赞点一点的，关注也点一点哦啊！感谢关注，人手点个关注好不好？我们把赞赞点到30000啊！关注的话，点个300的关注就行了。现在才是10个关注，哥姐们。割草机没，我们还要挑回去喂牛的。割草机割的草太碎了，而且两姐妹不会用割草机啊，家里面好像也没有割草机。嗯，为了不让姐姐干活手麻了，哎呀，黄哥这么样子的。那我们一起动动，一起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，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2500的人一起点点赞，给你们。嗯，哦，这样的吗？那我们这边，哎呀，习惯用这样的。哦，汗流浃背了。不知道啊，应该是一天只能点3000赞吧，还是一场？我也不知道。太闷热了啊。嗯。今天好闷热。哎，我的那个毛巾在不在上面啊？一会儿要去拿过来擦汗，太热了。家有一头养多数不过来，哥姐们，一头就够了啊。站站不要停，哥姐们，站站点到30000啊，我们把关注也点一波好不好？阿婷只要个300的关注，我们现在15个关注，我们把关注点一点好不好？关注点一点，站站点一点。妹妹干活很厉害的，真的假的？嗯。我们把关注点一点啊，15个关注了，哎呦，终于15个关注了。我们是贵州省黔东南松江县的哥姐们啊，没点关注的话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给两姐妹点个关注不迷路哦，上点关注下点赞哦啊，赞赞点到30000号这个阿婷来啊，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阿婷嘛，可能是很多人都是今天新进来的吧，那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啊，赞点到30000，阿婷直接闪现出来啊。感谢关注啊，刀绿的呀，你看，刀绿的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给姐们哦。嗯，割草又快又干净，可以的，是不是？割草又快又干净 ，beautiful 了吧？是不是？这是养了多少牛，还在割草？我们才来割一会会呢。才来割一会会呢，感谢点赞，感谢关注啊！这个草不是种的，我们上面就是田坎的，不是种的啊！这谁还会种草啊？这草长得快得很。对呀、啊，不用种。把关注点一点，赞赞点一点啊！把它弄下来嘛，不要弄上了。感谢关注啊，那不是鸟窝，那是老妈之前丢的杂草。你把关注点一波，哥姐们。哇、哦，那条妈呀！妈妈，哥姐们，吓到姐姐了。你要继续现在直播，不直播能吃板栗，我跟你说。20000赞了，哥姐们，30000有何难？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20000赞了，30000有何难？是不是？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啊，把我吓一跳啊！不好意思，在这里跟你说一句不好意思啊，向你道歉，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孩子，是不是？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啊，赞赞点一点。把赞赞点一点哦，关注点一点不？哦哟，妹妹快点出来吧，你
这么着急，那我们把赞赞点一点啊，2900人，哥姐们。这么着急，你就先把赞赞点一波，好不好？我有你那么高，我怎么照你啊？哎，买买买买。哦哟，1.9米，哥姐们，姐姐其实净身高1.9米，看到没有？净身高1.9米啊，农村姑娘有几个长到1.9米的？1.9米，看到没有？这身高，我的天哪，1.9米，爱了爱了，是不是？又能干活，又能做工，是不是？就要娶女朋友就娶这种的啊，要娶老婆就娶这种的，哥姐们啊。没得不能播哟，那就通了。没不能播他们的，不一个不买播他们的。感谢送来的小星星啊！2米多了，对呀，2米多了，吹吧，那么高，对呀，就是吹的呀。真聪明，竟然猜到了。我们把我们是贵州省黔东南从江县的，哥姐们，姐姐叫阿芳，妹妹叫阿婷啊。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，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好不好？赞赞点到30000后，阿婷来了，赞赞又停了。啊，不是，昨天老妈说这里有了，不才弄的。嗯，这不就是乐趣吗？不公平，喜欢妹妹的人太多了，下次不能这样换人。哪里啊，哪里是这样子的？我也从来没有说，从来没有看到大家说是什么阿婷不给阿婷点赞，什么一会就到阿婷干活，阿婷太累了，也没有人这样子说过啊。都是相互的，都是一起的，没有那种说法，哥姐们啊。雅婷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我叫阿婷啊，那种叫小阿婷的我都不认识的，哥姐们啊，更何况雅婷呢，是不是？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，赞赞点到30000话题来啊。喜欢你姐姐，可以。感谢姐姐说感谢你的喜欢啊。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，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的呗。嗯，感谢关注，感谢点赞。我觉得是算闷热了，真的算闷热了。哎呦，我手好像是被蚊子叮了，姐姐，痒得很。割草喂牛啊，我们家养了一头小公牛，一点都不听话，都不敢放出来。哥姐们，那牛上次我去学校的时候，哎，不是，上次我出去领初中毕业证的时候，然后姐姐在家放牛，搞得她得了一个手机都摔碎了啊，肯定累呀、啊，赞赞又点不起来，怎么可能不累呀、啊？哥姐们，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呗，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点点关注不迷路。阿芳，我们下次也可以去搞这个。嗯。不是啊。其他地方呢？感谢关注啊！哇，全屏的关注，哥姐们，人手再来一波全屏的关注，我刚才看到了。我们再把赞赞点一点啊。那是老爸，老爸下去了。嗯，赞赞点一点好不好，哥姐们？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好不好？喂喂，嗯，其实也差不多到我了，2700了，27000了。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啊！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。算热了，所以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才说，今天搞不好要晚上搞不好要下雨啊。嗯，感觉上雨。嗯，好闷的，真的。哦。下雨没有个狗狗来到我的米庄了。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姐们。有个蚂蚱飞到我的鼻子上来了，所以我就呜了一声啊。对，点赞让妹妹赶快干活，天快黑了。哎妈呀妈！我们把赞赞点一点先，哥姐们。
再点点，割得一条就不割了，各位们，割得一条就去挖地瓜去了，哈哈。所以你们再不点点嘛，一会儿我到我的时候我就挖地瓜了，各位们啊。三万了，真的吗？喂、哎，喂、哎，三万了，三万了，三万了。等一下啊。哦，姐姐自己说等一下的啊，不要怪我，各位们啊。一手搞完，姐说先一手把它搞完啊。有人有的时候不能那么老实，你懂不懂？要聪明一点啊。要搞完这手，不能说到了妹了，我立马放下来换了妹，是不是？嗯，搞完这手有始有终。对，有始有终。对的，哎呀，我又直接聪明，我又有文化了，姐姐。又有文化了，有始。抢我的字，抢我的话。有始有终，又有文化了。哎呀，拜拜，看来读完初中还是有，点文化哦。还是有文化。像我不读完初中，我眼睛。哇，你看这个钩藤好好啊。嗯，我要眼睛四路，耳瓜六路来着。啊。嗯、来，让我喝口水吧。回，等一下，回，好了，感谢你的棒棒糖，感谢。贵州主播很爱割草，完了，我怕了，不是不是爱割草啊，没有感谢那个字眼了吧？嗯，没有感谢那个字眼了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今天早上你看到没有？那个一直在关注点点，哥姐们，再点一点，好不好？感谢啥啥的，又出现啥啥，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出现那个东西来着，那个东西来着。感谢关注啊！谢谢大家支持，感谢。你感觉怎么了？谢谢好彩哥送的玫瑰，感谢。对呀，农村就是要干活呀，不然我们文化没文化的，技术没技术，特长没特长的，是吧？你吃啥呀？总不能捡瓶子吧？是不是？现在捡瓶子这个行业也吃不消。那个是老爸吗？还是什么？老爸呀。哦，我说怎么动那里？以为是阿飘。阿飘，嗯，都是老爸。哎，阿婷出手了啊！该阿婷出手了。抓嘛，对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！大家点点关注哈，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点点关注行不行啊？头上右边有加号啊，我手指头的方向啊，点个关注哟。唉，家人们点赞加快，瞬间搞到6万。呵呵，对，我们又到，对，又到6万，又到我啊！我家是黄牛，养了黄牛哦，养了一头小黄牛，我们这边都是养黄牛的。我们这边养黄牛，他们爱斗牛的就是养水牛哈。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你好漂亮是吧？好漂亮的话，那就点个关注吧。娶老婆就要娶农村的，为啥呀？因为干活勤快吗？你好漂亮，好漂亮的，帮两姐妹把赞赞点一点。对头，都是农村出来的，我们回老家也坚持干农活。对呀，大家都觉得哇，你们都不休息的吗？怎么一直在干活，对吧？我们两姐妹不干活的话，那我们家里面父母也在干呢、啊、对不对呀？那我们父母干了，我们看父母干，我们在家睡觉，我们也那个啊，也不好睡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该帮点就帮点啊，该干一点就该就干一点，是不是哥哥姐姐们，对吧？还没收到呢是吧？有没有看那个信息呀、啊、那个物流啊？没有的话，那如果说都没有发的话，那就退了哦，那就退了吧。没有说你漂亮，那好吧，伤心了哈。大家把那个帮两姐妹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我们点点好不好呀？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啊，我们2400的人呢，对不对呀？赞赞点一点，嗯，一家人是吧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虽然苦点累点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吃得饱，穿得暖的是吧？一家人在一起，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，就是好事啊！谢谢大家支持哟。唉，吃稻谷鱼了，我们吃啦，吃啦，我们今天吃好久了啊！谢谢关注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没关注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，可不可以呀？关注点一点啊，赞赞点一点，喜欢两姐妹分享的贵州农村生活的话，我们点一波关注，然后嘞，大家就可以下次还想看两姐妹直播，我们就在关注里面看到，对吧？
没关注的下次还想看，哎呀，我想看贵州那两姐妹叫什么方的什么婷的，对吧？那抖音上那么多方方，那么多婷婷，对吧？那么多阿方，那么多阿婷，那我们又没有，哎呀，又没有关注了，下次我们就找不到了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那就点一波关注啊，头像右边有个加号，点击一下这个加号关注一下啊。嗯，对。两姐妹割草动作不是一模一样，那割草的动作肯定不一样啦，是不是啊？阿婷她爱能干了，那阿婷能干，我们点一波关注啊，赞赞点点啊，我们2300的人了，是不是啊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大家下午好哟。两姐妹是贵州黔东南从江县的，生活在贵州大山里面的少数民族。大家要是喜欢两姐妹分享的农村生活嘞，我们就点一波关注，点一波赞赞，支持下两姐妹，好不好呀？好，好，好，哦，最后三个百香果啦，最后三个百香果，因为那个，哎呀，那个怎么说呢？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嘟嘟嘟，哼，嘟嘟嘟，那可以退了啊，哥哥姐姐们。哇，红薯啊，红薯我们还没那个耶，红薯还没有熟哈，等熟了我们就那个。等熟了我们就熟了的话我们就挖好不好呀，给大家烤地瓜吃啊，不是烤红薯吃啊。了解们换一下，干活的只干活啊，没有啊，我刚干完活刚休息呢，哥哥姐姐们哈，我们把赞赞点点嘛，2200的人了是吧，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，帮两姐妹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我们点点好不好呀，上点关注下点赞，中间阿婷割草给我们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对，阿婷是捡来的。阿婷是垃圾桶里面捡来的，对，他是猪圈里面包来的。啊，阿婷说啊，小时候骗他说你是，他说妈妈我是哪里来的，你是猪圈里面捡来的，阿婷真的信了，很、啊、是不是？怪不得读书不用功，天天喂猪。对呀、啊，怪不得阿婷读书不用功啊，天天惦记回家喂猪，是不是？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动动大家发财的。金手银手啊，关注点点。这个阿婷充话费送的，那时候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有电话嘞，那时候是那种座机，座机都还没有普及，当时阿婷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哭嘞，可能好像到我们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才有座机，那时候日子苦啊，现在大家人手一个手机啦，妈妈他们也会用微信啦。沟通是自己种的啊，打桩带出来的，打桩带出来的吗？我们家那个弄那个房子带出来的吗？谢谢大家关注，哎呀，我们感谢3104送的进阶灯牌，我对猪妈把停放一边被人妈捡到，哈哈哈哈哈，搞一会儿阿婷生气了，不跟我哥吵了，不说这个了啊。等一下姐姐干活我再点点哦，你干活我点了2000了，阿婷干活你点2000了是吧，黄哥。谢谢关注啊，大家在我头像右边哈，有个加号看到没有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加号关注一下两姐妹啊，万水千山总是情啊，我们点一波关注行不行呀，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没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然后有个黄色小爱心我们点击一下啊，有条件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黄色小爱心送个粉丝灯牌，加入我的姐妹团哦，风里雨里我在姐妹团等你好不好呀，因为那个大家送了粉丝灯牌就加入我的那个姐妹团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然后下次大家来我直播间我们再发言嘛，对不对啊，我们再评论啊，问点什么问题呀、啊、我就能一眼看到了哥哥姐姐们啊，所以说大家有条件嘞，哎呦你看这蚊子哦，谢谢阿婷来自猪圈。猪圈女瑶族1.72，啊生气了，买买吉武表哥，因为阿婷生气了，你才晓得错啊！我好像爱上你妹妹了，谢谢你给她的爱啊！谢谢你给她的，把美颜关了看看，没有美颜呢，我看一下啊，都没有开美颜，你什么风格妆、滤镜都没看，媒体都没看，都关闭了的耶，这些都关闭了，我开什么呀，哥哥姐姐们？阿婷就长这样，土生土长就长这样啊，
对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感谢黄哥送的最好看，谢谢梁送的玫瑰，感谢所过之处寸草不生。对呀，阿婷的那个什么技术，哇，杠杠的，是不是杠杠的啊？但磨刀妹快了，磨一下。我们把那个赞赞点一点吧，哥哥姐姐们啊，现在快到40000赞了，一会阿婷哥，哇，我要累了，我想让姐姐干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心疼阿婷的。在心疼阿婷的，我们就帮阿婷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我们点点吧，赞赞点点，关注点点啊。哎呦，怎么蚊子那么多哦？今天刚好这么热。嗯，对，那我都打了第二个这个蚊子了。下辈子你就是一条鲤鱼，为啥呀？谢谢自由飞翔送的粉丝灯牌，感谢平凡人生送的粉丝灯牌。阿婷摸了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好的，我们会小心拉条的啊，感谢大家点赞呢，我们2200的人啊，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，给两姐妹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我们点点好不好呀，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，赞赞点点，关注点点，只想妹妹干活的点赞不停哦。是呀，我们想要和阿婷哈，想要阿婷来跟你们聊天，我们就把那个赞赞点一点啊，关注点一点哦，哥哥姐姐们哈，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点一波关注，点一波赞赞，行不行呀？感谢大家支持哟。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赞助性休息。赞助性休息，转慢一下，看一眼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的点赞，感谢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大家现在应该还没到晚上啊，6点才是晚上对吧？大家下午好呀，大家吃饭了没有？大家吃饭了没有啊？我们才在山上干活，你看阿婷碰到那个石头叮叮叮的，是不是？哇，真的好多蚊子，阿婷，这个女人好的，这个女人这个命好苦啊，一直看她早上中午晚上都在割草。买买不辛苦，命苦啊，哎，对不对？没吃啊，还没吃呀、啊、这是什么草？这是杂草啊，哥哥姐姐们，这割的是牛草啊。我们把赞赞关注点一波，哥哥姐姐们。这个蚊子真的太猖狂了，阿婷。旺夫的女人哦，就感觉长得旺夫吗？真的假的？他们都说我们有福哎，他们说我们是有福气的人，但不知道福气在哪里啊，哥哥姐姐们。唉，再说他都没动力了，对呀、啊。唉，我们把赞赞点点吧，哥哥姐姐们啊，2100的人是不是啊？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，给两姐妹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，我们点一点，让猪圈妹多割一回吧。谁懂啊，阿婷、啊？怎么那么多称？怎么那么多称呼啊？割草妹、抓鱼妹、打谷子妹、割草妹，各种各样的妹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来了个猪圈妹，是不是？谢谢大家送的小心心，感谢啊！大家没有关注哈，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啊，在我头像右边哈，头像右边有个加号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加号，关注一下哥哥，关注一下两姐妹，好不好呀？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点点关注行不行啊？谢谢大家的支持哟，感谢。再骂我一会儿，挖地瓜不给你吃。因为阿婷挖地瓜不给我吃了，我们大家不说了啊，不要说她是什么什么妹了啊，那不要说了哈、啊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妹妹又在劳动了，姐姐偷懒。大家想要姐姐干活的，就帮妹妹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我们点一点好不好？点到60000赞换姐姐割草哦。想都觉得姐姐欺负妹妹的，那我们就把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，是不是？草里边会不会有辣条？会有啊，辣条会有的，什么都会有的啊。但是不要怕啊，有辣条的话带回去煮汤给你喝，好不好？草哥来干嘛？我们养牛，喂牛的，养牛喂牛的哦。带回家喂牛，带回家喂牛吃。对，早上对的，早上要割一条，但早上我们去帮那个二伯去那个哪去打谷子了，给他喂的是那个稻草。那稻草吃多了对牛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它吃多了也腻，换口味嘛。比如说我们天天吃一个菜，吃多了也腻。那我们今天是说，哎呀，下午来割点草给它晚上吃吧，然后我们就来割草了。那就让亲生妹小哥回，大家点点赞。对呀，那大家点点赞啊，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。那我们赞赞就点一点，关注点点，好不好呀，哥哥姐姐们哈。
谢谢大家支持，这草有公母吗？那我不知道了，应该有的吧，但是我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啊。把牛拉过来，牛拉过来是可以拉过来，但是那个牛，小公牛好调皮啊，它是那种就叛逆期了嘛，它到叛逆期了就到处跑。上次我刚放它，我还在直播嘞，播着播着呀，牛跑了，我立马关播追牛去，追着追着，然后手机掉了，手机都碎了。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边附近，他们有些田，他们种那个菜呀这些的，那个牛要天天去看，要一个人一直跟着它尾巴后面看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嘛。没那么多时间去看它，然后我们就一般都是挑一个割一棵草啊，你看割个两个小时的草就够它大概半天一天左右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一般我们都选择割草回家喂它啊。路上谁的那个是不知道是谁的，谢谢星驰皓月送的最好看，感谢啊。不收谷子了，我们收完了呀，收完了。绳子系着，我就是系着绳子让它在那里吃饭的，它把那个绳子挣脱了，那牛可厉害了，它直接挣脱那个绳子跑了。它是小公牛，它要去找不知道干嘛去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养了一头牛，我们还养牛呢，养了一头牛啊，一头小黄牛，哥哥姐姐们哈。但喜欢两姐妹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点一点。对，养一头还行，养多了养不过来，养了到时候想吃就吃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辣条？没有辣条啊，没有辣条。带着牛做直播，看的人比带着妹妹，那带着比妹妹直播多得多。但是，带牛的话，那牛不听话，它不像妹妹那么听话啊。牛不听话，然后妹妹比较听话，所以说没办法。啊？跟牛做对比？然后跟这是牛比的吗？等一下啊！对的，多养一点牛，到时候当阿婷嫁妆，是不是？山上还可以骑摩托，那技术杠杠的，是不是啊？能骑摩托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赞赞点点吧，哥哥姐姐们啊，我们已经45000了，才45000的赞赞呢，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，我们赞赞点点关注点点哦，万水千山总是情啊，点点关注点点赞赞行不行呀，哥哥姐姐们？看看姐姐，那帮我把赞赞点到60000赞好看我好不好呀？赞赞点到60000赞看我哟。姐姐割草比妹妹厉害，真的吗？你这样讲，一会妹妹不割草了哦，一会让我一个人割，我一个人割到累呀、啊，割到累，够一条了吗？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差点嘞，还差点啊。有个蚂蚁从我头上飞走。感谢送的粉丝灯牌，大家有条件的话，送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姐妹团可不可以呀？哥哥姐姐们，牛有你割草，你还要自己做饭是呀，所以说啊，那咋整呢，对吧？哎呀，咋整呢？只要直播，二妹一直在干活，对呀，所以说大家想看姐姐来干活的，那就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我们点一点好不好？万水千山总是情，我们点点赞赞，点点关注行不行呀？哥哥姐姐们啊。蚊子们都去咬妹妹，关注点一波，赞赞点一波啊！谢谢大家支持哟。这怎么了，一般？这怎么了？谢谢送的小星星，感谢。他们在说啥呀？二妹这裤子不知道去哪里拿的，拼夕夕吧，应该是啊。我们把赞赞点点，赞赞点点，上面是谁？上面是袋子的，袋子里面的人啊，袋子里面的人。你看阿迪又把刀搞哦活了，你看哥哥姐姐们，你看。哎，姐姐靠嘴巴，妹妹靠体力，是呀，各有各的特长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，带帮两姐妹把免费的小赞赞我们点一朵，哇，马上50000赞了，哥哥姐姐们，马上50000赞了，我们1700的人，才50000，对，妹妹才50000赞啊，我们1700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帮两姐妹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啊，
哎哦吼，倒挂了是不是？谢谢送的玫瑰，感谢7349啊，感谢。我们把赞赞点点吧，哥哥姐姐们哈，赞赞点点，关注点点吧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我们点一波关注行不行啊？在我头像右边啊，大家喜欢贵州两姐妹的，哎呀，贵州农村两姐妹的，我们就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、小关、小注我们点点啊。在头像右边不是有个加号吗？我手指头的方向啊，有个加号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加号，关注一下两姐妹，可不可以啊？打猪草不是猪草啊，牛草，割牛草啊！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。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镰刀好利，是呀，这个镰刀的话，越用到后面感觉越用越好用。他们好多人看到我们家这把镰刀都想拿走，不给是不是？这个用了好多年的刀嘞。妹妹割草背都有点驼了，对呀，真的，这个天天在家干农活干久了，这个背都，背都驼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大家有条件的话，少干一点农活啊。你家养猪没有？养啊，也养的。谢送的小星星，养了三头猪呀，哥哥姐姐们，养了三头猪呢。那些喜欢妹妹的多点赞，妹妹累死了。对呀，谢谢，谢谢 HYE 送的小星星，感谢。这么好的美女去做农活浪费资源，对呀，不干农活的话就得进厂了，进厂更浪费啊，进厂更浪费呢。哥哥姐姐们，我们关注点一点，赞赞点一点好不好？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，关注点一波，赞赞点一波好不好呀？一头牛，谢谢回收美女送的小星星。那天气热肯定出汗了呀，对吧？嗯，他是有点男孩子的性格，很多人都说他像爸爸，我像妈妈啊。去打工好，哎呀，打工好啊！但是，哎呀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哥哥姐姐们哈，你回来看，你出来看一下，稍稍等一下啊，我们把那个赞赞点到6万赞好不好？现在54000了，马上6万赞了，哥哥姐姐们啊，赞赞点点，关注点点好不好？关注不要停，站站也不要停，阿婷割草也不会停。怎么不说像我媳妇呢？我们把关注点点吧，哥哥姐姐们啊。别走嘞。别的。别的。丢掉。谢谢杰叔送的玫瑰，感谢杰叔666送的鲜花，谢谢谢谢这个什么不要。恶心，只要此女哦！你看这个字怎么东西都在一起玩了？那这个送的粉丝灯牌，你这是什么字啊？这个什么不要恶心，只要此女啊？那个大厅那个不要上面是个不，下面是个要，凑成一个字哎，是怎么弄的？感谢杰叔送的礼物哟，谢谢谢谢黄哥送的棒棒糖，还有紫光送的小心心啊！感谢关注哥哥姐姐们，我们56000、56000了啊！大家帮两姐妹把这个赞赞我们点一波好不好？赞赞点点，关注点点吧。哥哥姐姐们，这个的话我没有试过，但是用磨刀石磨的。女友超时会回复的消息，请尽快回复。姐姐不好直播，还在跟老乡好打字聊天。是呀，是呀，他们喊我相亲了。大姨姐忘记我了，你是谁呀、啊？哦，那个猴子表哥，你咋改这名了？你咋改这名了？我喝。哥哥姐姐们，赞赞点一点吧，马上6万赞了，我们点到6万赞，换我来割车啊，57000了，喝完喽。喝完去吧。喝完再割一会儿。嗯。也差不多。嗯。是的，这个植物是的啊，钩头是重的。嗯。
他说要拿那个轮什么砂轮机那种黏黏的那种来磨那个刀，是，那种可能是那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黏黏的那种，应该是那种吧，是我想要那种。我们站站点点，妹妹听话，我弟弟再小不听话，经常被我揍。妹妹也是一样，经常被我骂。但是现在长大了，小时候调皮，现在孩子长大了。孩子长大的话呢，就会，他就会懂事了。女孩子的话，懂事要比男孩子大一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辣条了？啊？在哪里啊？没有啊。早就飞走了。早就飞走了。对，现在我也打不过他，真的。但是我可以说他呀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？我们咱赞赞点点吧，马上6万赞了，6万赞话来盖一会。吓着了，阿婷老是这样子啊！刚刚我就被他吓一跳。这什么？蚕蛹啊？这么大的蚕蛹啊？哇，好大呀！好大的蚕蛹啊！这边是不是？哇，有这个。阿婷衣服上有深色，对，是出汗了，出汗了。女孩子胆小哦，六万了。阿婷搞完这一手啊，搞完这一手放口袋去，拿回家晚上给阿婷，是不是陪阿婷？对，会变蝴蝶的。谢谢杨兄送的粉丝灯牌，感谢。是的，背上还有一把镰刀，是备用的啊，备用的那种。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放磨割草割久的话，要换另外一把。上次我看到人家在直播间还说我们两姐妹，说我们两姐妹隔一会要去磨刀，隔一会去磨刀的。另外了，阿婷把这个，这首歌完了，我们就换啊，就换。可以了，来吧。对，需要带磨刀石。对呀，但是我们两姐妹也磨的也比较少吧，估计她还看我们，割草啊啥的，也在那里说我们吧。没事，反正要是有人喝的话，证明我们俩火了嘛，对吧？自己身再大点。对呀，他们在说我们两个，来不干了，不开了。我们他估计是那种刚来我直播间，然后刚好看到阿婷割草吧，因为他已我不说了，所以说万一他要上我直播间，还那种对号入座，是不是？我们把这样点一点给姐们啊，再隔一会儿就得了啊。再隔到这个位置就得了，姐姐。到这个位置就行了。感谢送来的粉丝灯牌，哎，感谢灰送来的爱你哟，感谢，谢谢哟，感谢哟。我们把这样点一点，哥姐们啊，对，天这么勤劳，感谢啊，把这样点一点，哥姐们，这样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啊。这样点点，哥姐们，这样点点，关注点一点啊！
还没有呢，还没有呢，这两天老妈在晒。感谢点亮粉丝团，我们把赞点点给你们，赞点点关注点，感谢回送来的鲜花，感谢赤子心送来的进阶灯牌，感谢。这个割草喂牛的，给你们。割草喂牛的，哦，得一条了，姐姐，保证得一条了。我刚才没有看我们背后，绝对得一条了。再割一会儿，再割一会儿，再割到我这里就行了。嗯，然后上面也平到这里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就去挖地瓜了。不知道啊，我们把关注点一波给姐们啊，一千七，啊，回了，我们把赞点点关注点一点给姐们哦。天黑了该回家吃饭，一会儿要去挖一下地瓜，那地瓜不挖没人挖去，老妈也没空挖，煮了送来就是给两姐妹吃的，都没空去挖，一会儿去挖一下地瓜，那个叫凉薯给姐们。我们自己家种的，今天是自己家种的了啊！感谢帅的小星星啊！嗯。我们把赞赞点点，关注点点，给姐们啊！关注点一波，感谢帅的小星星啊！把赞点一点，妹妹像吴倩莲，真的吗？我回头要看一下这个吴倩莲是谁啊！感谢关注啊！啰嗦多，你直接先啰嗦多，你直接拿个那个鲜花就得了，给他就得了。感谢关注啊！自从看到你这两天看吴倩莲的电影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感谢送来的小星星啊！把赞赞点一点给你们，赞点点关注点一波。感谢送来的小星星啊！阿婷有蛇出来没有呢？没有蛇出来，有也不要害怕，哥姐们，这年头，这年头不要怕。再搁上面下来就可以了，小心一点哦。没有辣条，放心。感谢不但没点关注，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！我姐割草比我快多了，可能我姐更加有力气吧。啊！真怕有辣条，没有的，这里田边是不怎么有辣条的。就用移动卡呀，没有什么网啊，我们就用自己的流量弄的，够了。姐姐弄完这个就差不多了。哼。感谢关注啊！我把赞赞点点给你们，赞点点关注点一点。牛牵来过来吃饱吗？不方便，因为山上有庄稼，给你们。对，谷子收完了啊！我们没点赞的话，给主播点点赞啊！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哦。早点回去，我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波啊！
吃了几天谷子，十天吧，算下来有十天吧，因为我们自己家的有别人家帮忙，然后我们又要还回去的，是这样子的，算下来有十天这样子。你还想来帮我收谷子啊？我打完了你才说。我打完了你才说，我才不相信你。我们把赞点点不给你们关注点一波啊。贝罗要他干嘛？因为要装刀的呀。感谢关注哦，我们一点关注给主播点点关注哟，给你们哦。上面木棚是用来休息的。刚才帅都问你闪耀啊。可以了。可以的。其实我要去拐我天黑了。你拿那个瓶子上去，下次我们用来装水。感谢帅的小心心啊！你看我们的大田，给姐们，我们的大田要去挖地瓜去了，去挖地瓜吃去了。哎呀，炒一会儿再弄，先挖地瓜。一会儿再弄，你去拿那个。不是去偷地瓜，那是我们自己家的。你拿那个小一点的啊。妹妹出来一下，稍等一会儿，好不好？我要搞的，来快点，搞我一口啊！老爸，等一口啊！妹姐姐，别让鲜花用了，等着，那房子难的。对。李丹。我们都写不完，写打底鲜花的呗。感谢帅粉丝灯牌啊！你把刀篓放这里吗，姐？哦，拿过去也行。拿过去，他要把那个割了。全部把它割完去，挖完去。挖完回家放着，到时候干了吃更好吃。你看我们的大田，给姐们，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？点点关注，给姐们挖地瓜去。感谢帅的玫瑰啊！刚才他都说，木呆那个人。不是，我想孤单嘛，要买走，然后我要走了，我这样看到他嘴张了，我一般不那么闹，因为他嘴要我一走了，我一走了，老爸说，你忙走，老爸，拿着，你转头，不阿不给老爸，哎呀。我们把正餐点点给你们啊，对，国厨，我们这边发叫做国厨。你看我们的大田给你们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哦，这个红咯，妈妈没来摘啊，听啊，没空多去，你这都要卖完个了，腌巴完了。不是，它是这个颜色，其他的都不管了。老妈已经弄得几瓶了。早点吃完，吃不够，
哦，想搞一搞啊。这个都不好，这里哟，哪里好多少？挖地瓜，挖地瓜！不留了，种子了哦。不留了，不留了。没那挖萝卜的多呢。你有超市会回复的消息。感谢帅的小星星啊！那个是我们家牛棚，姐们。感冒了吧？对，感冒一个星期多了，差不多两个星期来了。没了。老妈说不知道那个人得空没了没有，就是还没有，他那个人没打电话过来，这效率有点不高啊。不是，是我那天，是我那天怎么呢？是我那天睡觉时候开电风扇，然后不盖被子着感冒了，哥姐们啊，没事，小问题啊。有没有挖地瓜啦？挖地瓜，挖地瓜，吃好吃的地瓜，你们喜欢吃地瓜吗？我老妈真的种好多辣椒啊，你看，种好多辣椒，到时候来弄那个糟辣，好吃好吃的。甜的呀。妹妹会钓鱼不？不怎么会耶。会摸鱼。会摸的。感觉你可以搁高一点啊，放一会儿好拿一点。没有，我们全部挖完了，哥姐们，要全部挖完带回家，全部挖完。不可以再小，他们在外面自己买。他们弄得回家也没见他们吃哪里。那个不用了，就这样挖吧，搞一下我这边的就行了。有的不，有瓜的不，但没点关注给主播点点关注好不好？把赞赞点一点，关注点一点给姐们喽。感谢帅爷粉丝灯牌啊，开挖吧。注意挖，不要割到它。那里也有一个，是不是？你脚那是不是也有？再上点一点，给姐们关注点一波，好不好？没事。我不红薯，哦，那个红薯也疼疼了。
哇！第一个新鲜葱头，粉丝先吃。粉丝先吃，咱没想吃了，我就先吃了。喂、哦，都挺大的啊、哦！嗯、哇，不错不错。不要羡慕人家了啊！嗯，不用羡慕人家。不要去挖人家的了。嗯，现在挖是自己家的。嗯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都挺大的。这样这种嫩的正好吃。阿凡，我来挖吧。你再挖几个吧。不小，这还小。这个好吃。这种它刚好种在这里，它阳光充足，就很甜。对的。在田边的话就水分大，不甜。这个小的啊、哦。不错，都不错。这种好吃。全部挖，全部挖。投地瓜才甜，没有啊，都甜的呀。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你把它丢到这边吧，来吧，姐姐，这里这里，这里，嗯嗯，这个应该大，不晓得这个大，你看它的根都大棒大棒的，嗯，咦，它露出来了，你用力一点，你这样搞它碎多啊，姐。你直接不用试，直接拢敲木敲没，然后直接搬出来就对，不关它打虾，那都不会上刀。木崩啊，木崩啊，身子缓过来，你看嘛。一点点了，这个大。嗯。来，我来挖吧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后面的这个挖。这个。三胞胎，三胞胎，就是就是白的呀。你们家的地瓜是黑的吗？我们这边的地瓜都是白的。对呀，这个怎么？我以为它大白，这个小的。嗯。你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苏州这里是红色的，红的呀，我们这边基本都是白的，没有说什么红的呀那些啥的。哇，给大家看一眼啊，是这样子的，然后里面是白色的，是的。看看地瓜藤，它的藤藤，一会给大家看一眼啊。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藤藤，哦，红的是红薯，嗯，这个是地瓜，就是那个凉薯，这是凉薯啊，凉薯，嗯，都挺好的。这凉薯，哦，皮是红的是吧？刚拿是公的吗？你怎么知道是公的呀？我们大没有关注哈，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好不好？关注点一点，再点一点啊。阿凡妹要吃棒棒糖吗？你要送我棒棒糖吗？我们把赞赞点点吧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动动大家发财的金手银手，我们赞赞点点关注点点啊，感谢大家支持哟。
太热了，一点风都没有。哇，感谢小云表哥送的棒棒糖，谢谢，谢谢你送的棒棒糖啊，谢谢关注哟。但没有关注的话，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啊。你笑的因为哦，因为我笑的水是公的，哈，还有没有是白色的？嗯，这样，这样的。谢谢平安快乐送的小星星，感谢黄哥送的鲜花，感谢，这是母的。去虚，他说他来挖。嗯，队友不同下啊，有挂通知。这是贵州黔东南从江县啊，很大个啊。我们是种在山上的，它就不会很大，但是很甜。哦，这个叫啥子啊？哦，叫沙葛啊。嗯，最好吃。嗯，终于不用偷人家的啊。不卖，自己家吃的啊，自己喂，这个也大磅大磅的，哥姐姐们，这个也大磅大磅的，这是凉薯嘛，凉薯，但我们这边说什么国厨啊，国厨，土太干了，嗯，但是我们这个的话，这个自己家就是这种山上种的，山上种的话感觉比那种田里面种的更甜一点。它的那个阳光充足嘛，阳光充足，所以说它就比较甜一点啊。嗯，白的很好吃。哥哥姐姐们，到没有关注，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好不好？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欢迎大家。两姐妹是贵州黔东南从江县的，生活在大山里面的少数民族。大家喜欢两姐妹的话，我们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哟，关注走一走啊，站站走一走啊。我们就是不定时不定点哈，分享一下农村生活啊，有空有时间的话我们才直播，一般的话就不是那种经常直播。啊，你这个小小的现送的小心心，感谢啊。掰断木板没有啊，锄头没断啊，没断，没断呢，锄头没断呢。地瓜甜不甜？比你初恋还要甜。咦，这个也小小的啊，那感觉有一些小小的，有些，这也太小了吧！哼，小安姐姐用贵州话怎么说？不知道，我不会说那个贵州话，我只会说一点我们这边的方言。这个也是小小的，又插进去了，叫地瓜是吧？哦，我们这边的话叫国厨，国厨。还有学名的话叫梁叔啊，这个妹子力气大是不是？这个妹子能干活啊，这么小哥没放化肥，放农家肥啦，放的是农家肥啊，姐姐不出力是不是？摘回去也没用了吗？摘回去没有用吗？那就吃了吧，都给他吃了吧，整着吃了吧。对的，国厨啊，国厨，连锁连锁哦，你们叫连锁。又去挖我家地瓜了，哪有挖你家地瓜呀？挖地瓜，这个妹妹好可爱，是呀，可爱你，那你不点个关注啊？谢谢平安快乐送的玫瑰，感谢啊！过几天就烂了，没事，我们吃完就得了啊。放的是农家肥，土瓜呀。福建省漳州，哦，叫山芋是吧？福建漳州，你是漳州的，那是不是有那种土家族的那个围起来那个那种房子啊？贵州话叫地萝卜，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这边叫国厨，国厨。土豆不是土豆，不是土豆。妹妹的话是22岁啊，妹妹22岁，22岁，172，1.72米啊。你会修竹房子吗？我不会。哦，那个叫土楼啊，那个很好看啊。是不是雷山附近？不是啊，我们是贵州黔东南从江县的。妹妹上不了，上不了。哦哦，在漳州待5年呢，苏州的。江南不？嗯，对，梁薯呀，叫梁薯，是的，
这好吃。啊？啊？妈妈杜哥，他带那个啊，带盖了啊。哦，广西也叫凉薯啊。嗯，叫凉薯啊，叫地瓜呀、啊，这个好吃。22岁是老姑娘了，那你结婚了吗？没，要去0890啊，172，净身高172。养大点吃不行吗？把它都挖了吧哈，都挖了，不挖没人吃啊，家里面。你感觉都现在都感觉不是很大哦。把它塞回去。稻谷打完了哈，稻谷打完了。对面山好像你家的地方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对面山。今天早上的话，我们在这里打谷子，这里啊，我手指头的方向这个地方，它是在周围都是那个树木包裹的东西，中间，它在中间那里，在那里。我也想挺用生活，用土建房子。说实话，以前我们这边是用那个土，我们就是穷嘛，用那个土建房子，用的泥巴吧，泥巴活的房子。那时候，但那个泥巴活的房子还蛮暖和的。阿芳多高？你猜一下阿芳多高？谢大家关注呀，没关注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好不好？应该有165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你们离大山有多远？大山是哪里？我这里就是大山的，我这个山就叫大山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家在上面，我们家住在上面，看到没有？住上面。哦，是吗？有个家的名字叫大山，不知道哎。啊，听说过。阿婷就像一头牛，哪有啊，哪有啊？这些土地不肥沃，做不大哦。我们这边一般。种什么东西大部分都是放农家肥的，什么那个猪粪啊牛粪啊这些的，农家肥，农家施肥施的肥。看一下你们家，我们家这个树挡住了，看不了，看不到，树挡住了。哦，大山是个名称啊。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是吗？那常温吗？那就不挖了，阿婷留着吧，下一场我们再来挖吧，下次我们在这里干活算了，拿来的吧。看看周围，你们村爱公路没有？也还好吧。我给大家转一圈好不好？给大家转一圈啊，看没有？大山这样子的，你看都是梯田。你看对面这里有个房子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里也有个房子，这里啊，山脚下那里有个白白的点点，白白的点点，我可以放大给大家看。这样子看到没有？你看放大，看到没有，哥哥姐姐们？这样子的，放大了，是这样子的啊。这样的，有个房子在那里，然后现在是太阳落下山了，落下山了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看，然后转一圈，你看我们这边基本都是山，嗯，看到啦，是不是？那么远是呀，住山上，然后我们家在上面，家在上面，这个树挡住了，这个树的后面啊，树的后面就我们家，然后这样子，嗯，条件真差，那没办法呀。看看你家房子，我们家房子要走路回去要大概半个多小时吧，半个多小时。对面是不是旅游区？不是哈，我们这边没有啥旅游区的，基本都是在山上，住在山上的。也太山了，看到了是吧？嗯，真的很山的啊。他住我们对面，这个现在太阳落下山了，它有点雾蒙蒙的看不到，但是有时候太阳出来了，刚好看到那个那里蛮好看的，都是山。我们住在山上，他们住在山中间，我们住在山上。我们这边的话，跟他们是遥遥相望啊，两个村子遥遥相望的。想吃家里的国厨了是吧？这国厨好吃是不是？没关注，打仗都打不到你们那里，太山了是不是？不怕呀，我们住习惯了，不怕啊，在山上住习惯了，不害怕。挖的都是地瓜，是的，但没有关注啊，没清酒的哥哥姐姐们啊，在我头像右边有个加号啊。点击一下这个加号关注一下好不好？万水千山总是情，我们点一波关注行不行啊？先点个关注嘛，是不是？嗯嗯，这么细细嘎，先吃一下，拿去洗一下吧哦。那个不要，那个酒多了，嗯，拿去。嗯，多搞几个下来，吃一吃。
嗯，对，这个地瓜田用农家肥施肥的地瓜。对，对，我家的。嗯，山上有野兔、野猪，对的，还有野羊呀，然后这些东西都有的，什么鸟啊，这些我们贵州这边生态保护的很好的。你们那里还能亮，我们苏州黑了啊，这么快吗？我们这边是八点天黑，七点半左右就开始慢慢黑了，然后八点完全黑，这样啊。通水泥路了没？通啦，通啦，放心啊。问多少不说，不是，这我们自己家的，没有拿来上车啊，自己家的。有野人吗？我就是野人，算不算了？我都，我看一下，你回那个玲珑去啊，我拿这个棚，应该得了，挖完了，哥哥姐姐们哈，挖完了，嘿，小的干活和麻利似的，哦，现在可以了吗？嗯，不可以啊，野动物不可以。不可以的哟，我们要吃啥东西是不是啊？我们想要吃什么东西，我们基本都是自己家，自己家住自己家养的。比如说我们吃肉啊，对吧？自己家养猪、养鸡、养鸭、养牛啊，想吃的时候我们就吃。然后我们要是吃菜的话，我们就自己家种菜啊，种菜吃啥种啥嘛，对吧？种豆啊、瓜呀、西瓜、水果啊这些，想吃都要自己种啊，自己养的。你在就是农村嘛，对吧？吃啥种啥，因为我们这边你要想买的话，你要去镇上来回都一个小时了，都一个多小时了，都还有点远，路程很远的。所以说一般基本我们都是自己家种的，自己家用农家肥种的那个菜呀，那些都很好吃，原生态的嘛，是不是？土瓜放下，我来吃，我们拿去洗一下。和我家梁树，你还坏得很。我家的，这个是我家的，不是你家的。村不远嘛，我们村在上面。今天，这里离家不远，有些地方离家远。今天我们来这里，离家不远。那洗这个啊，这里洗。洗一下，洗一下。对，环境好，说实话，我们这里环境好。改天两姐妹有空的话，我们去河边挖那个摸那个螃蟹，大家哦，给大家看哈哦。我们有空的时候哈，我们就去摸那个螃蟹吧。等哪天下午不忙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摸螃蟹，摸那个虾，有螃蟹有虾，还有小鱼了，去捞那些给大家看一下，玩一下。明天去抓螃蟹去，不知道不下雨的话倒是可以。因为路程有点远，那里有点远了，下去不知道能不能下得去。累不累呀？累呀，天天干活累呀。那种小河、小溪、小河的那种。谢谢关注，感谢。这个是糯米哥哥姐姐们，糯米出来了啊，糯米的碎碎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糯米的出来了。我们这边爱吃糯米饭，所以说这个是糯米的哟。外面买的瓜锄不甜哦，对，自己家的好吃，是不是？自己家的好吃，说实话啊。和米，哎，下次我们等他们出来，我们试着搞点扁米吃，阿婷哦。那个扁米我还不会做嘞。看到时候问一下伯妈怎么做，我们试一下搞点那个扁米哦。阿婷敢不敢装螃蟹呀？敢呐、啊！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。啥时候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了。那时候我们是在，想一下啊，是在插秧在前面三月份吧。三月份我们去抓了，抓了蛮多那个螃蟹。什么时候来你家吃饭啊？你来我家吃饭，卡了吗？卡不卡？哥哥姐姐们，走去那边休息去。为什么越混越穷？那咋知道呢？是不是？现在物价高了嘛？工资又少了嘛，是不是？就是个原因，对呀、啊。还不如回家给我种田，是不是？压力大了，回家来给我种田，哥哥姐姐们啊。用米花才有扁米是吗？用米花才有扁米。是呀，没有啊，那我随两姐妹开回火这里。上次我们就是打稻谷的时候，人家说你家蛮有钱的，还买得起车。但那个三轮车是我们存了大概一年多的那个才有的，
才有的那个买三轮车哈，买三轮车的那个米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话，对，我们这是几台发冲了去啊，才几冲啊？才几冲？我妈妈问那按三十七呀，他自己掉下来的。对的，这个很甜，这个很甜。我五年了才买一台电动车。对，我们因为农忙季节嘛，我们这边是需要，我们这边是需要干农活，肯定是需要那个车，对吧？车拖回去的，然后就存了好久才买的那辆车。然后他们说你们家还蛮有钱的，还买得起车，对吧？那一家子人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一年才买一辆三轮车，你说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小的好吃，这个很甜的，用农家肥施肥的。是的，要买一台那个三轮车，那个三轮车的话可以拉货，拉那个我们家的米呀、啊，然后我们家不是割草啊，拉草啊，对吧？拉这些哈。哎，争取换大车，一个月3000，也换不了，哥姐姐们，一个月3000，除去生活费，对吧？还要寄一点给家里面人，对吧？万一到时候到头来，这个是蹲吗？是追的吗？这个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怎么感觉那么奇怪呢？坐这边，坐上面去。上面太可灵可隆了，这个是以前是那个牛棚下面养牛的，下面把牛关里面，然后我们割草，然后放在这里给牛吃，每天要把它赶着来回，把它放，就是我们割完草嘛，把放草在这里，嗯，把它关在这里吃草。然后晚上要到傍晚的时候，像这个时间点，我们又把它赶回去。但现在不这样做了，太麻烦了。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三轮车吗？自己家有车，我们就拿那个车拖点草，花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时间去割草，然后拖回家，就省时省力了，这样好多了。嗯。怎么了？嗯。问我吗？嗯，你个不都他旁边的。嗯，养的是小黄牛，你给他看一下这个地瓜，这样子的，好甜嘞，真的很甜的这个地瓜。嗯，两姐妹都没结婚啊。牛大家，妈，我一家都没家呢，家都在米农，那个三亩农不得三亩的米的人妈妈也难，米哪农啊？主业呢，都领奖金呢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好吃啊，我也在吃。主业都领奖金呢。加了两薯。对，脆脆脆，甜甜甜甜的。嗯，这云好看是不是？哎呀啊，嗯，这样子，落日哈。感谢往事如约送的棒棒糖，感谢啊。你家土瓜、啊。噎到我了。感觉有点口渴，哇！哎，你为啥提醒我？那个在哪里啊？瓶子在哪里啊？你放在哪里？你拿着。我放在这里了，但是我找不到了。我就丢这里啊。奇怪了，哦，在这里。奇怪了，嗯，这家种的地瓜要阿婷这个。大长腿哈，谢大家送的礼物，感谢。没关注我们点个关注吧，因为准备下播了啊。嗯。准备下播了。这里点个关注啊，头像上边有个加号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加号关注一下啊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点点关注行不行？对，阿婷的那个
鞋码是四十，你看他那个鞋子都破了，哥哥姐姐们，鞋子破了，看到没有？那天我看了我说想穿，这我的鞋子什么时候破的我都不知道，结果后面发现是阿婷的鞋子。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感谢啊！我这样一点吧，因为那样有点这样子有点被关啊。谁有福气娶回家？不知道啊。记住鱼哦。啊，哦，这鱼哦，鱼哦，记住鱼哦。对的，大家点点赞，把阿婷娶回家。怎么点赞还能把阿婷娶回家？搬呀搬呀！你拔，你吃一下这个吧。你吃吗？我吃，你把那个转过来，你要先摇一下就下播了。嗯，还有1200。嗯。吃个地瓜休息会就回家了。我才说的，哎，这个怎么那么糊？接着播，国俗。我22岁了，哥哥们，我是妹妹啊，不是别人家，我家的。晚上炒鱼煎了吃啊，那两条鱼啊。煎了吃，再拌一点那个菜。嗯，煎了吃，然后放辣椒给它捣乱，捣乱酱也好吃。感谢夸奖啊。我开美颜吗？哥姐们，我开美颜吗？你们自己看一下我开美颜吗？都不动那个啊。嗯。刚才他们说我们俩直接开。有晒黑晒的无所谓了，还开美颜干嘛？把我娶回家，你关注了没有啊？灰。我学。不是灰。我看你好几次了，那你来一个娶你回家，我看看。说想要娶阿婷回家，你先来个娶你回家，网络上先来一遍。贵州省黔东南澄江县哦。晚上好了。我们7点钟下播姐姐了。嗯。一会儿回，马上了，吃完，7点钟下播给你们啊。开车要10多分钟吧，10分钟这样子，走路要30分钟。姐姐，你猜什么东西？请你回家，是吗？真的。感谢灰表哥送来的，请你回家，感谢嫁吧。太突然了。没有，这是我家的。不回了。
表妹。表妹。妹。妈妈。哦，自己家的。哎。将来的网红。这么亲自表姐，这个亲自表亲自姐吗？对呀、啊。看得出来啊、哦。叫不出来去。嗯，看不出来去。拍照不就是为了看不出来吗？嗯感谢你的夸奖啊，也感谢你们的陪伴，哥姐们啊。阿婷，近看是个大美女，远看是个什么呢？嗯，可能是我穿的比较好看吧。来，给你吃一口。妹妹有人娶了，我要娶姐姐，快叫姐姐来来来，看一下有没有给你上娶你回家来。他们说妹妹有人娶了，想娶姐姐来了嘛，来嘛，看一下。姐说等一会儿啊，这个表哥，这个你看有没有哦。对啊，吃地瓜，吃完我们就回家了。还有四分钟下播，我跟你说。嗯。咦？嗯。谢谢0173送的黄桃罐头，我一直看到上面不是显示黄桃罐头对吧？嗯。一次都没有收到过。嗯。哇，两个，感谢0173送的黄桃罐头，感谢。哎，取到我了，哎呀！感谢什么 MES 送的娶你回家，感谢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让一下。感谢0173送来的黄桃罐头，感谢、感谢，谢送的黄桃蛋罐头。妹妹闪开，好的好的，我闪开，我给姐的，好的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闪开，我闪开。嗯，感谢感谢0173送的黄桃蛋罐头，感谢谢谢 MES 送的娶你回家，感谢谢谢。嗯，不打，分享一下农村生活嘛，对吧？聊聊天了，对吧？谢谢送的黄桃罐头，又来一个黄桃罐头，感谢0173，谢谢，没有了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没有这么多大哥，等你不是也是大哥大哥吗？是不是？有点好吃的都舍不得去。嗯。你看大家说开美颜，要是不开美颜的话，我给他开一个美颜看一下吧。等一下，你们不是说想看？你不要开的太咬我了啊！看一下啊，嗯，这里啊，嗯，开。哦呦，好看！哦呦，你要是开美颜的话，哎呀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看，我要是开美颜的话，就是对不对呀？你看有没有那种？嗯嗯，你看开美颜就是很好看，对不对呀？然后两姐妹不开美颜，就是，我们就干农活就不开美颜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啊？就这样子的。你看我们皮肤就知道了嘛。你看我们的手，把你手，你看，我俩干活的手看没有？但是我们两个没有干好，你看都是老茧呢、啊，都是老茧，手都那么黑的。是，嗯，没什么区别吗？你在夸我吗？不美颜好看，对呀、啊，我们就我们就原生态的比较好、嗯，我们就很真实嘛，就是不开就不开，我们是干农活的，就不开美颜嘛，对吧？开那个美。吃鸡爪不是吃地瓜的。嗯，对呀、啊，鼻子不变是吧？你看我的那些多东西都没有变。嗯，我们在刷牙，你不要搞笑多啊。对呀、啊，姐姐，你先想办法把那个鱼怎么弄？怎么？嗯、我找个东西、啊。找个东西装下。嗯。啊，感谢关注，哥姐们啊！感谢你们的陪伴，是不是？我们干活十多天了，是不是？打个鼓子十多天，你们也陪伴我们十多天了。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啊！还有袋子。感谢。还有一个呢，我再吃一个，你吃两个了。我不知道吃多少个了。你吃两个了，我才吃一个。嗯。给我留一个国厨。OK， 没问题。还有没挖的呢？这个国厨田。拿走，我看我。嗯。还有没挖的去？有多啊？放心。没有。没有，你拿个瓶子装得了吧？拿个瓶子装。等下你要先去洗个手哦。你弄完你要去洗个手啊？你因为我俩老是忘记，到家直接吃，看到什么直接拿手吃。嗯。感谢你们的夸奖啊！感谢送来的小星星，感谢送来的小星星，还有一个我先把它吃完先。咦，这有三把镰刀去？这个是上次老妈狂在上面那里、啊，在这
不要乱说，我是老爸老妈亲生的啊。多少岁了？我22了，02年的，看见吗？这个有点乖乖夹子，没没懂啊。那个大宝那个装的不？耶，你听我音乐吧。下播了哦，等一下我吃完先。哇塞，好像吴倩莲，真的像吴倩莲。我回去，你姐姐你搜一下给我看一下，吴倩莲，我看一下有多像。主播是小马，对，我是马，小马，马年的。我们是龙马精神。终于理解为什么吴倩莲叫我们演成刘德华的白月光的。啊，刘德华的白月光，就是他开摩托车，然后那个吴倩莲做个裙子在后面，那个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啊。其实当初在拍摄《天若有情》时，我看一下。终于理解为什么吴倩莲，终于理解为什么吴倩莲。他就是开摩托车，我看一下。不像。刘德华开摩托车。不像，真的，真的不像。经典嘞。真的不像。嗯，小姨子，我下了，好的，拜拜。30多年前，刘德华的这部电影在韩国连续上映9个月后，火遍全亚洲。火遍全亚洲，就我了，我火了，给你们。啊，不是，我火了，我火了。有多少人的机车梦是从这台车开始的呢？1990年，刘德华与吴倩莲主演的这部。是这个。叫老公，那是能乱叫的。越看越好看，感谢你的夸奖啊！我们点一波关注吧，哥姐们。嗯，我家的牛才不会被你偷走呢。对了，下了两分了。嗯，不下播了，关注点一下吧。没吃完，还有一大不拉的。好了，拜拜，下播了，回家了，给你们啊。嗯，没关注，点下关注。嗯，点点关注，拜拜。点点关注，下播了。感受你的大啤酒啊，拜拜。